在职场里面，绩效考核是非常常规的操作。但是有调查显示，绩效评估的结果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反映了工作的表现，而其余的百分之七十五都是系统性的噪声。那应该如何降低噪声的影响呢？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介绍丹尼尔·卡尼曼的《噪声》这本书。今天我们介绍两种提升判断力的方法，一种是涉及医疗的诊疗判断，一个是涉及在职场里面的绩效评估。 首先，有大量的文献其实都证实过，在医疗界其实存在大量的噪声，可能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同样的症状，在不同的医院看，甚至在同一所医院的不同的医生看，会得出截然不同的诊疗结果。尤其是现在医疗资源非常的紧张，大部分的诊疗医生其实看一个病人只有三到五分钟，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医生要根据非常有限的信息立刻做出判断，可想而知，噪声其实是不可避免的。 那应该用什么办法来应对诊疗中的这些噪声呢？培训医生的技能啊，汇总多个专家的判断，这些都能够有效降低噪声。当然，可以利用深度学习的算法，还有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手段。机器可以避免很多人为判断所产生的噪声，但是目前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算法还没有得到大规模的运用，只是作为辅助的判断来源。最终的判断往往还是需要医生和专家来做出。 人工智能会给出一些维度的数据，然后医生根据数据进行判断。有判断，当然就有噪声。那应该如何规避判断里面的噪声呢？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科学的诊断指南，类似于一个对照手册。比如要评估一个新生婴儿是否处于危险当中，过去主要靠经验丰富的医生来做出判断。但是增加一个简单的判断指南，或者说诊断指南，就可以大大的降低噪声。比如可以把判断细分为。 评估婴儿的肤色、心率、反射动作、肌肉张力，还有呼吸状况这五个维度，每个维度有三个参考的分数。比如心率是完全没有，还是小于一百，还是说大于一百？比如肤色是正常的肤色，还是全身发紫，还是身体红润？尽管这些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评估指标，但是有研究表明，有了这份诊断指南，可以极大的降低噪声。在今天，其实很多的医疗领域都采用了类似的诊断指南。 把评估的维度不断地细化，然后分别给出评估的标准，对各项进行打分评估之后，再汇总的分数进行判断。其实这样的方法和前面我们所说的信息排序是非常类似的，目的都是为了避免医生直接根据有限的信息做出经验性的或者是直觉的判断。这种诊断指南的方法当然在各个领域都是适用的，比如在评估产品的质量，在评估员工绩效。 在评估投资风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把评估分为多个维度，每个维度有几项不同的打分标准，然后再让不同的成员进行评估打分之后，最后汇总出评估的结果。那这种方法看起来有点笨拙，但是实践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在医疗诊断里面，我们可以采用诊断指南来降低噪声的影响。在职场的绩效评估里面，其实我们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作者把这种决策卫生的策略称之为基于外部视角的共识框架。 做出量化判断，绩效评估是几乎每个公司都会进行的。尽管被评估的大部分人是不喜欢这样的评估方式的，每个人都知道绩效评估肯定有很多偏差和噪声。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个噪声到底有多大？有调查显示，绩效评估的结果就百分之二十五反映了绩效表现，而其余的百分之七十五都是系统性的噪声。关于绩效评估，有一个重要的难题是，今天大部分的工作其实都是无法量化的。 相对销售人员的业绩是比较好量化的，但是像产品运营、技术、行政等等岗位，他们的工作绩效是很难被量化的。我之前管理过产品和运营团队，每次在绩效评估的时候，其实管理者也是非常头痛的。为了避免个人的偏见，尤其是直接领导的偏见，很多公司的做法一般是采用三百六十度的环评的方式，就是各个部门的对接人对同一个员工进行评估。当然，每个人的权重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直接领导的权重是最大的。 其余员工按照工作密切程度给予不同的打分权重，然后再进行加权汇总之后，得出一个员工的绩效评估的分数。这种方式看起来合理，但实际上研究发现依然存在大量的噪声还有偏差。比如，针对同一个人，组织中的不同层级的人会看到他不同的方面，他们对这个人的判断就会产生系统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在汇总的时候并不会相互抵消。 另外，不同的评估者在评估的时候，也会出现水平噪声，或者说模式噪声和情境噪声。比如，刚刚失恋的小张给同事打分，就可能普遍偏低。那当然，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在实际的三百六十度评估里面，其实很多公司的评估标准是非常繁琐的，以至于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客观评估，大部分都是随便打分。比如作者说，有个公司的评估需要对另外一个部门的人进行十一个维度、四十六项指标的评估。 评估者根本没有办法回忆起评估对象的表现，因此评估的客观性就可想而知了。当然，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其实很多公司都是这样子。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同事给所有人都给出了类似的高分或者说低分。而为了防止这种随意评估的情况出现，有的公司就增加了强制排名的策略，就是不给所有人都打高分。但这样的方式其实也并不好，很多公司采用后发现，它会对员工的士气还有团队的合作都会产生影响。 绩效评估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它涉及到员工的升职加薪，还有绩效奖金等等。但实际上，每个人都知道其中存在大量的偏差和噪声，而这样的偏差和噪声其实也给了很多领导更多的操作空间和滥用权力的机会。那应该怎么样提升绩效评估的客观、公正还有合理性呢？答案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基于外部视角的共识框架做出量化判断。这里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制作一个评估量表，量表也分为绝对量表和相对量表。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评估员工的创新能力量表是一到一百分，分别有三个等级：低于平均水平、处于平均水平，还有高于平均水平。但重点是需要你对所有的评估的对象的员工在这一个维度上进行评估，而不是一个一个员工评估。比如你需要评估十位下属，那就需要对这十位下属的某一项技能。 放到同一张量表里面进行排序和归类。实践表明，这种把复杂判断结构化的分解为多个维度的单一判断，可以有效地降低噪声和偏差。当然，具体的方法要比我介绍的要更复杂和具体，但核心的逻辑就两个：一个把评估拆分成为不同的细分的维度；一个是在同一个维度下同时评估不同员工这项技能。这种方式可以避免我们一次性给一个员工打分。 由于光环效应，可能都会给高分。把对一个员工的评估放在不同的维度里面，避免了基于整体印象的直觉判断。同时，在细分的维度上进行排序，可以有效的减少模式噪声，还有水平噪声。当然了，有了这个参考量表，还要对量表的各个维度有一个外部视角的共识参考框架，也就是对量表的各项具体的指标进行描述和说明，避免每个人对量表的各项指标有不同的理解。 最好是可以给出一个参考的评估的分数或者是事例，并进行相关的培训。那这些都是为了所有的评估者对量表有共识，评估者对量表各个维度的指标有准确的理解。好了，今天我们介绍了在医疗的诊疗和职场绩效评估里面如何提升决策判断质量的两个方法。这些方法都在全球的知名医疗机构和大公司实际应用中非常有效的方法。具体的操作方法，大家可以再多看这个视频几次，应该会有启发。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我这里给大家准备了一百本精品书单和一百位哲学家的思维导图，私信我免费送给你。